欢迎回到新闻三十分。植物灭绝增速加快，生态环境破坏加剧，地球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。全球范围内植物生命正在迅速消失，这不仅影响着生态平衡，也对人类的未来构成了严重的威胁。面对这一危机，全球科学家正在紧急研究解决方案。他们希望通过 DNA 转基因技术培育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植物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不仅需要先进的科技支持，还需要找到一种自然界中本来就极为顽强的植物作为研究基础。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，每一刻都至关重要，我们的希望可能就悬挂在一线之间。识别成功。我找到他了，我马上回来。欢迎回来，温室水源已补充，当前状况较差。那批植物现在怎么样了？在您离开的三天内，所有植物平均增高了4厘米，但是检测到新培育的 PL06 植物可能具有致幻性，请在接触植物时做好防护措施。